我是公馆列车长的110年1月21号台北捷运松山新连线松山7:50出发的是1:50出发的看我松山的高安连线刚刚为时间车有 C37 型直升系列334333编组的高安连线刚刚为时间车开往松山的高安系统刚刚的是捷运车在松山站停靠334333边737直升机的操作了，我们一车门看我新店，左边也是看我新店，那个自己就2800。好多人，太挤了，你看，满满都是的。好，就这样啦，今天到，拜拜。